多芬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粘人啊？妈，妈，吃饭啦！秘书也来了，吃早餐吧。你看上我妈了吗？她一早弄好早餐就出去了，说是要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民宿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好吧。你是不是不想吃这些啊？我去给你拿面包片吧。哎，不用。这些就好，只是没有餐具。哦，等一下，谢谢。你今天晚上有空吗？今晚没事哎，今晚又不用去录音棚，也不用去打工，也不需要去补课，今晚可以好好休息一晚。嗯，那一会儿给你一个地址，晚上7点的时候来找我，有关下期节目的事。玉总给你说了下期节目的安排了。玉生说下期节目要穿情侣装。我们去买两套，不会又笨又蠢的。啊！叶叔哎，我们买情侣装也没有必要到这种地方来买，情侣装都很简单的。难道你是想要找？T 恤前面印着爱心那种很傻的情侣装吗？看看吧。请问两位需要帮忙吗？你好，请你帮他找几套合适的衣服。这位小姐很适合娇小甜美风的衣服，请问您是喜欢裙子还是裤子呢？嗯，都行。好的。这么多衣服都要试啊？试什么？就是怎么知道哪一套合适？你确定？你还想要再换吗？不了不了，挺好。还说自己不喜欢蓝色。什么？嗯，我说你眼光特别好，欣赏。这回是不是该给你选了？你说呢？终于轮到我来挑了。那你可得准备好了，走。
绿色，挺好的，你看这绿帽子。啊啊，我这个衣服吧，绿色可能显得有点太小了。不是，你的衣服是蓝色系的，你也应该给我选个蓝色系的衣服。你以前不是说我穿一身蓝色特别像那个被打翻的那个油漆桶吗？那以后咱们出去就两个游戏桶吗？哎，要不然你穿红色吧。红色？为什么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呀，叫自古红蓝出 CP。累我了，搞什么呀？还以为穿情侣装就会来一点温馨的感觉，谁知道是去玩密室逃脱啊，给我吓死了。但是为什么其他情侣都没有穿情侣装，就我们两个穿情侣装？因为玉生是个骗子。是吗？不知道贝多芬饿了没？你这个当妈的怎么不去看一看？贝多芬，饿了没有呀？贝多芬，贝多芬，耳朵，妈妈回家了，这儿挺好的，只是呢，妈妈现在住着不太习惯，没有你那些阿姨啊，我们在一块儿打牌呀、说话开心，你们呢都忙，上电视也不能接电话，妈就没打给你，有空再回家看看啊。耳朵，妈之前反对你跟小叶，其实呢，妈主要是怕你被人骗了，现在看来呢，小叶那孩子挺好的，你要珍惜啊啊！两个人好好相处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没事呢，带着小叶回家，妈给你们做好吃的，做你最喜欢吃的青菜、蔬菜。